佳明。你看，这张照片多好啊！这是你爸爸生病以后他自己挑选的。我想把它放在客厅里，这样呢，来来回回的人呢，还有咱们自己的家人，都能看到你爸爸开开心心的。你爸爸呢，也能看见我们开开心心的生活。妈，那你答应我，你也得开开心心的。好。哎呦妈，都快三点了，吃点吧。谢谢小强，谢谢。小强，佳明，你爸爸有遗嘱，不在家里设灵堂，不开追悼会，不吃豆腐饭，骨灰撒一半在茶园。我就是想问问你们，这丧事要不要从简呢？妈，那你的意思呢？我觉着还是应该尊重你爸爸。行，听你的。小强，我在布店呢订了点黑纱白布，说好三点去拿的，你去帮我拿一下吧。妈，就是那个桥对面那家布店吗？对，那我现在就去。好，我陪你去吧。不用了。包佳明，于小强刚才在这儿，我怕他生气，我是故意把他支开的。现在就我们俩，你告诉妈妈，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？小强不是说了吗？我出差了，我在飞机上。你当妈妈傻？你当妈妈不懂啊？你要真在飞机上，那传过来的就是已关机，不可能是不在服务区。你根本就不在飞机上，你去哪儿了？妈，你就别再问我了。总之我没有做对不起小强的事儿。你骗我也就算了，你干嘛要骗人家于小强呢？啊？他都不计较我没有认他呀。昨天晚上我一个电话，他火急火燎地跑到了医院。你爸爸抢救的时候，他一直站在我身边。你爸爸走了，他跑上跑下，忙前忙后，都是他一个人，还替我帮你爸爸穿衣服。你这个做儿子该尽的孝没有尽到，他都替你尽到了。你必须告诉我，你干什么去了？我和嘟嘟在一起。嘟嘟，他不是嫁到美国了吗？怎么会又来找你呢？离婚了，回国找工作找到我这儿。前些天他突然辞职了，昨天他朋友给我打电话，说他又要回美国，已经在去机场的路上了。我想，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，所以我就去找他了。圈套，这根本就是那个嘟嘟耍的花招。嘟嘟是个什么女人，我还不清楚吗？当初我反对你们俩在一起，就是我一眼就看出他不是一个做老婆的料。你竟然还跑到机场去见他，那为什么会待了一个晚上呢？我在机场跟他拥抱告别的时候，被他前夫看见了，他就冲过来揍我，我们俩就打起来了，手机就是那个时候摔坏的。后来我们两个被带到了机场派出所，我在那儿做了一夜的笔录。保家里，你是一个有老婆有家庭的人了，你怎么可以在你爸爸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跑到机场去见什么嘟嘟？你对得起你过去的爸爸，对得起我，对得起于小强吗？妈，我错了，我跟你发誓，我跟嘟嘟什么事儿都没发生，他已经走了，他再也不会回来了。哎呦，包小明，你真气死我了。于小强要是知道昨天晚上你和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，他肯定会气疯的。他会做出什么举动，不用说妈妈都想得出来。所以我才不敢告诉他。佳明，你千万不能告诉他，你就是编一万个瞎话，你也不能告诉于小强昨天晚上你和嘟嘟在一起。于小强是个好女人，
你不能辜负了他，你不能跟他说，听见没有？啊？啊。我妈跟我夸你来着，说你是个好媳妇儿。我爸临终的时候，你一直陪着他。小强，有你在真好。那是因为你不在吗？我必须跟你解释一下。还有这必要吗？我跟爸妈都说了，你去出差了，人在飞机上接不到电话，他们相信了。我不想骗你。昨天晚上我手机摔坏了。昨天晚上，我满世界都找不到你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你肯定是生我气了。那件事情确实是我错了。你可能跟朋友去喝酒了，可能去唱歌去了。我害怕你出什么意外，我想了无数种可能。我给芳芳、给小熊打电话，给所有我认识的你的朋友打电话，他们都给我的是一个答案：我们不知道佳明去哪儿了。在你爸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你爸想跟你临终告别的时候，你跟谁在一起？一夜之间，爸已经走了。这个世界除了生死，都是小事儿，还有解释的必要吗？我去找杜杜了。你终于说实话了。我已经知道了，他已经给我发短信了。他说什么？他说谢谢你，小强姐，谢谢你让佳明陪伴我。你别误会啊，昨天他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要去美国，已经在去机场的路上了。我想去问他为什么走那么匆忙，所以我才去找他的。就算是个普通朋友不辞而别，我也总该去过问一下吧。你们俩是普通朋友吗？过问一下，你过问他还少吗？他没有工作，你就把他招到你的手下，天天上班陪着你。对了，你连你们俩以前的爱巢都就地重游了，感慨万千吧？他肯定后悔了，后悔当初为什么要离开你，不然他不可能到现在都留着你们俩以前用过的东西。你以为我是傻子？所以他上班的时候才会穿着超短裙在你的面前晃来晃去的，他的大长腿好性感呀！你们俩站在一起还是如此的般配，不像我站在你的面前又老又丑。我告诉你，包佳明，如果你想跟他重归于好，你们俩想旧情复燃，你想离开我，你跟我说，我可以放了你。我跟他什么事儿都没发生，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呢？我不相信。你背着我跟他在一起，你们俩一待就是一整夜，一整夜你们俩到底干了些什么？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昨天我们俩在机场碰见凯文了，他莫名其妙冲过来打我，我的手机就是那个时候摔坏的。后来我们俩被机场派出所带走了，我在派出所待了一夜。碰见凯文，他们俩不是已经离婚了吗？还有这么巧的事情？天哪，好浪漫呀！两个男人为了一个女人大打出手，还打到派出所去了。那肯定是你对人家做了什么。我什么都没做。我就给了他一个拥抱，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拥抱。恶心！恶心！你不用再给我解释了，你去跟你爸解释去吧，他已经听不到了。你能别再提我爸了吗？于小强，你说吧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已经想好了，我先陪着妈，等爸入土为安的时候，我就回上海。这些日子我跟妈住，我要照顾她，你自己住。一定要这样吗？是的。这些天我妈已经够伤心了，她如果知道我们俩这样，我怕她接受不了。那就别让她知道。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？不不不！小佳，
就当是我错了，我求你原谅我行吗？不行。给我点时间吧。你知道我也是一个不能勉强自己的人。如果我现在心里恨你，我们俩待在一起会开心吗？肯定会更痛苦。你让我好好想一想，我们俩之间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？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，我自己肯定也有问题。你让我好好想一想，你也好好想一想吧。你别说话，我现在不想听到你的声音。小强，哎，快坐。哎，哦，这是我从澳大利亚给你带的礼物啊，谢谢。你怎么脸色不大好呀？佳明的爸爸去世了，我回了趟安徽。哦，节哀。怎么样，转了一圈回来，心情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不过，我还是没有勇气回家。现在住在宾馆里。你还没有回家呀？我怕回去添乱。你知道，婆婆容不下我。她那个人吧，应该还是个比较刚强的人。光耀的爸爸走得早，她一个人担起那个家，那个年代可能真的是很不容易。前段时间她住院，我去看她。我觉得他老了，咱们都知道，人老了进一次医院就差一次。我们都是女人，现在也都能理解了。他的内心还是很善良的。其实我不回家，还是因为老刘。心，其实我有时候想想你也挺不容易的。你是真心爱老刘的，你也承担了他的过去。就是我跟毛毛，以前我挺恨你的，现在我彻底想通了。也许你才是陪他走完一生的人，而我只能陪他度过那七年的时光，我们俩只有那七年的缘分。如果我没有跟老刘离婚，我也不可能碰到佳明。如果没有碰到佳明，我也不可能那么淋漓尽致地品尝到爱情、快乐、美好。
生命的真正含义。所以你是我的恩人，我也应该感谢你。不瞒你说，我现在跟佳明也有一些问题，我也想好好的想一想。你也一样，如果你还爱老刘，如果你真的离不开他，你一定要倾听你内心的声音，然后你再做任何决定，你都不要后悔。谢谢你，小强。兰心，你会做出这样的决定，我很意外。周律师，麻烦你把这份协议转交给刘光耀。好。那么，作为一名律师，我得慎重起见。我再确认一下，如果最后刘光耀先生提出离婚，你决定放弃所有财产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是。你这次从澳大利亚回来，转变真的很大。不管最后你的决定如何，我还是想多说两句。婚姻是一件特别神圣的事儿，而离婚就更需慎重。但凡还有一点感情存在，我都希望你们这个家庭能够维持下去，这和财产无关。谢谢你，周律师。进来吧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突然间改变主意，但我尊重你的意见。啊，另外呢，这个你拿着，我在里面存了300万，没别的意思。我想你将来如果生活的不好，我要知道了，我心里会难受。你还是这个样子，我喜欢你开门见山的性格。我们这么久没见，难道除了这些就没有别的可谈了吗？抱歉。也可能是我太直接了吧。好，那咱们先聊点别的。怎么样，这次去澳洲好玩吗？不知道。什么叫不知道？你去了这么久啊。我根本不是去玩的，我是去办事儿的。我打算一辈子不回国，一辈子不见你了，所以我联系了一家澳洲的养老院，这次去是谈合同的事情。哦，是这样。看出来了，你对我们的婚姻关系确实是不抱任何希望了，心若止水啊。是的，我从家里出来没有带走一样关于你的东西，哪怕是一张照片。可是有一样东西，我想了半天还是装进了包里。是什么？我待会儿再告诉你。你
你听我把话说完。那天从养老院谈完事情出来，我就漫无目的的在街上游荡，我觉得我自己很好笑，像一个孤独的鬼。我正胡思乱想，有一个小伙子从背后窜过来，一脚把我踹倒，抢走了我所有的东西，跑了。啊？怎么会这样呢？你喊没喊警察？那个街道很僻静，周围一个人都没有，我都不知道喊谁。等我反应过来，脱口而出，我竟喊了你的名字，老刘。奇怪吗？奇怪，我以为你在我心里已经死了，可在那个时候，我居然喊你。我琢磨了好久，我终于想明白了。大彻大悟，可以这么说。你其实一直在我心里，可留下的是怨，是恨，是委屈。当我冷静下来，把这些一层层的剥落，我才发现，藏在最下面的是爱。这个比喻真好，是爱。你也这么认为？其实你也和我一样，对吗？对，我们的爱被太多的东西掩盖了。现在我可以告诉你，我装进包里的是什么。没舍得丢下他，因为他是我的家。现在选择权在你的手里，你是希望我留下他，还是留下他？想明白了，想明白了。兰心，你想清楚了，所以你们决定继续过下去，来征求我的同意。
我还不能同意。妈，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好媳妇儿，我做过许多错事儿。可是我知道错了，妈，你给我一次机会行吗？坐，坐。兰心呐，我承认，一开始我对你就有成见。所以你嫁进我们家，我也没给你几天好脸色看。我自己也反省啊，我有很多地方都不对。所以，如果你不能原谅我，我就不答应。你能原谅我？刚才等你们的时候啊，我看见邻居家里灯火通明，传出来一阵一阵的欢笑声。我回到屋里一看，怎么落到这个地步？房子里冷冷清清，孤孤单单。我渴望你们回来，你们回家，我们也跟人家一样过得快快乐乐的，我们一家人好好把小日子过下去啊。另外，我的这枚戒指是我的婆婆给我，婆婆对我不好，可是在那个年代也不觉得什么。戴上这枚戒指的时候，我告诉我自己，我一定要当个好婆婆，我不要跟我的婆婆一样。可是我做得不好，尤其是对你。妈今天把这枚戒指交给你，你要学着婆婆身上的好，改掉婆婆身上的不好。你愿意戴上它吗？妈，我知道您今天给我的不只是一枚戒指，您给我的是一个家。我知道家和万事兴的道理。从今天起，我就是您的女儿，您就是我的亲妈。我记得在我结婚的时候，您跟我说，让我敬爱我的丈夫。从今以后呢，我不再受你们俩的家门气了。我也特高兴，我有这么一个好妈妈，特别高兴，我有这么一个好太太。妈，您把这戒指亲手给她戴上好吗？妈，好。小强，带毛毛出来吃饭了。强，哎，肯定被车颠的吧？毛毛又睡了。又睡了。啊。那正好。
佳明闹别扭了吧？而且别扭闹得还不小，是不是？他跟你告状了？以前呢，不管什么事儿，佳明都会跟我说，那就是因为这回他没到我这儿来告状，我才觉得这别扭闹大了。到底怎么了？他爸走的那天晚上，他跟嘟嘟在一起一个晚上。他跟你解释过这事儿吗？他说让我相信他。不管你信不信，反正我信。我相信佳明他不会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。嘟嘟还给我发了一个短信，他说谢谢我让佳明陪伴他。为这事儿，你要是那么小心眼儿，那就是你的问题了。爸，你说夫妻是不是过着过着都会有问题的？是。所有的吗？是。但是你跟我妈就不是。哼，你怎么知道？我觉得你这辈子心里面只有我妈，我妈心里面也只有你。你怎么知道？难道不是吗？人呢，甭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这感情上多多少少都会碰到那么点事儿。你呢？唉，插队的时候啊，有个姑娘喜欢我，我跟你妈结婚以后一直跟她还有联系。我妈她知道吗？她当然知道了。天哪，那我妈不管你呀？那得看怎么管。你妈知道我是个有责任心的人，对这种男人啊，不管，那就是最好的管法。阿强，你跟佳明的情况跟别人不太一样，毕竟你比他大。退一万步讲，万一有一天这佳明在感情上有了什么变化，你也要理智的对待。我杀了他。你说着说着没正经的了你。你更何况现在这个家里边那还是你说了算吗？你这个舵要是掌不稳，那非得翻船不可。其实说来说去就那么几个词儿啊。理解、包容、信任。老话说得好，家有贤妻，男人不做恶事。笑什么？你笑？你说正经的呢。记住这句话，啊。真的不容易。
情的故事，有悲也有喜，只要有你陪我在这里，生活再继续难免有风雨，幸福就是相伴走下去。萌萌，画什么呢？哎，萌萌，你怎么把爸爸写给妈妈的信给拆了啊？这是毛毛。哎呀，小强。嗯，毛毛又把球踢进了，可是跟我比起来还是差了那么一点。老公。嗯。你现在还能一脚把球踢进去吗？当然，我赌你不能。赌什么？如果我赢了，我就把你脸上这个包给挤了。那你已经输了。为什么？球不是早就进去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于小强，以后你少跟我打赌，你永远都赢不了我的，记住了吗？乖，妈妈，妈妈又进来了。
相伴走下去，爱到底，我们不会再犹豫，在一起，永远不要再分离。幸福，我们爱到底。幸福，我们爱到底，为了幸福。